生大咗，其實呢套戲已經改名叫做《關人七事》㗎啦，係參與咗呢個韓國嘅首爾嘅一個電影節啦。咁啊，我有幸去啦。咁啊，我亦都睇咗套戲咧，的確係好戲嚟咁，所以大家十一月五號要支持一下啦。咁我戲中嘅角色其實係同一個阿希嘅新人咧一對兄弟啦，而我女朋友咧係周秀娜啦。咁啊，我哋係做一個街童嘅屋村嘅一個青少年相失咁啊，因為要幫我女朋友報仇啦。因為女朋友被便利店的老闆非禮了，咁啊報仇啊，決定去做一樣嘢。咁啊，你見到戲裏面有好多其他角色，我哋係唔識噶。咁但係大家因為都係一念之差，就喺便利店做錯咗一單嘢，咁所以其實戲名開頭玩大咗，就係因為我哋做錯一單嘢就玩大咗啦。咁關人七字咧，而家改名咧，因為而家英文名叫 Seven to One， 所以就叫做關人七字，係七個唔同單位合埋喺最後一個地方發生一件事，非常之緊張、精彩、冇廁所位。我建議大家一定要去睇關人七字啦。